那接下来好听的歌曲呢，一样为大家来做演奏。好，这一首来自日本动漫《鬼灭之刃》当中的主题曲《红莲华》。那这部动漫的讲述则是呢，太阳下山过后就会有恶鬼出来要吃人了。啊，所以呢就演变出了这一首非常可爱又活泼的一首歌曲《红莲华》。这首歌呢，让人听了旋律呢，自动就会记在脑海中。啊，因此呢，一推出之后呢，马上就在全世界呢引起了一阵风潮。那不管是演唱或者是演奏的影片呢，啊，也争相的被大家呢就是放到网络上。好，所以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风靡的程度呢非常非常的一个广大。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是属于我们蝶梦乐坊的一个版本。好了，再一次要以这一首蝶梦乐坊版本的《红莲华》送给大家，祝大家呢都可以加薪、人心、事业兴。